我已经多年，差不多这几年，每年都来听澳门的中小学的合唱节啊，昨天晚上的中学组的七个队的表演，总体来说呢，还是每年都有很大的进步的。大家从选曲上和这个声音的技术的表现运用。和音乐的表现力上呢，都是有了长足的进步的，尤其有的学校还是表现很突出的啊。那么从成绩上也可以看到啊。那么我要给学生们和我们的音乐老师们提出一点要求的，就是说提出希望的，就是希望我们在这个合唱的排练呢、演唱的过程当中呢，最终的目的是。让大家能够，学生们能够感受到音乐的美，啊，音乐的那种情感的表达，给他这个带来的愉悦，那么就会更好。